别紧张嘛。哦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为什么人都会掉下来。人怎么掉下去？所以我们踩的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板子。看没有哦，那这里看不到哦。这里还有手扶梯，这里你想要掉下去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体验一下，马上现场体验掉下去的感觉。